现在为您介绍 V 系列前座侧门遮阳卷帘。这个产品有分为两种安装方式，第一种便利式安装，第二种 DIY 剪裁式安装。我现在先为您介绍便利式安装。这是前座无度窗，支架离心子直接贴在车门，按下拨在玻璃，用手将帘布向内折，便能与车窗的弧度吻合，相当的便利又理想。这就是便利式安装。接下来是 DIY 剪裁式安装，先画上弧度线，将铁线抽出截短，进行剪裁，贴上黑色胶带，完成后撕下离心纸，直接贴上车门，用手强压，将钩钩在玻璃，自动升上，完全与车窗的弧度吻合，仿佛就跟定制的一样。这就是顶级前座窗帘配备。谢谢。这是前座侧门斜角窗，先试下实验，直接将窗帘贴上车门，用手强压，自动升上，降下。不货车可以选择安装在上面，锁入自攻螺丝，轻轻按下。这是货座斜角窗，先比对车门，画上斜角线，铁线抽出截短，撕下离心纸，直接贴上车门，强压，勾在玻璃，自动升上，向下。现在为您介绍 V 系列后座侧门卷帘。这组产品可以做两种安装方式，分为便利式安装与 DIY 剪裁式安装。首先为您介绍便利式安装，先撕下离心实验的离心纸，实验的离心纸，直接将窗帘贴上车门，用手强压，这是铁线，这是 V 系列所采用的基金属，将勾上玻璃，自动升上，再用手将帘布向内折，便能与车窗的弧度吻合。这是 V 系列后座侧门卷帘，这是后座弧度窗，先比对车门，画上弧度线，
解之抽出截短。进行检台。将黑色胶带贴上，完成后撕下离心纸，直接贴在车门，用手强压，将钩钩在玻璃自动身上，便能与车窗的弧度吻合，仿佛就跟定制的一样。这就是顶级遮阳后座卷帘，这是顶级前座遮阳卷帘。接下来TAF635 前挡风遮阳百褶帘，紧接着是 P420 前座遮阳百褶帘，再接下来是P420后座遮阳百褶帘，这部车可装置 V 系列 P420 PF635 所有的窗帘都可通用。